火流星技能介绍：炽热火球，利用点火装置发射高速飞行火球，能够点燃敌人。熔火飞弹，投掷熔火飞弹，既能命中并减速敌人，还可以在地上生成一个范围燃烧区域。火流星撞击，变身为球形态，球形态达到一定速度会产生火焰，能够撞击并点燃敌人。动力跳跃，利用腿部推进器进行一次常规跳跃。实战技巧，火流星的主武器精确度较高，可以先从远处射击，削弱目标血量，再使用火流星撞击技能变身球形态迂回进击，接近敌人后利用冲刺技能将敌人击飞，最后变身机甲形态使用主副武器轮番射击，造成高额伤害，一举击毁。